起来 ，Music。来，准备动手，准备动手。哎，他红水晶的卡牌，红水晶的卡牌有点不好上啊。准备动手，一想说我掏你满血往前走。哎，来，谁怂谁孙子？来，来，来来来，谁怂谁孙子？来来来，谁怂谁孙子？来来来，给你一下，闪现！哎哎哎，一雷，完成一波 first blood。哇，刺不刺激？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这波能不能把666打在杰迪的脸上？这波先不慌手，对我有点想法。这波不用跟他打了，等三级再跟他打。呜、哦，哎，哎，小兵同时甩一个 W 给消耗一下，看他切的是什么牌？再加小兵，红切的红牌往前走，一减速，我操你妈 ！King， 哎 ，A 他一下，这样一下 A， 哎，回头再甩个 Q， 我可以把他血量压下去。这波他可能要吃炮车 ，OK， 给他吃。我们这边也吃果子。对面螳螂这波可能要抓我。先放一下。WQ 消耗一下对面卡牌，掏你满血往前走，再 A 他一下。再 A 一下卡牌。OK， 这波他把我定上，他把我定住了没关系，这波我们赚了。我们这波不要让对面的卡牌去帮对面的瞎子就好了。这波他就崩了。好啊，兄弟 ，Q 闪 EQ， 破掉闪现一个 EQ， 谁刚才说亚索是摆的？谁刚才说亚索是摆的？嗯，谁说他是摆的？往前走，先把他海给破了，先甩下去，再一下小兵往后拉一下，小飞姐来了，走鱼，再一下小兵，再甩下去，没有 Q 到他，威慑。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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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走了，他有眼啊，这小子。本来我想把螳螂秒了，然后赶紧回家。哎，好难受啊，这波。哎，换位过来，有打我有用吗？我就问你，有没有用吗？再选一个 Q 吗？走喽，回家买个幽梦，把幽梦做出来，基本上我们就已经起飞了。幽梦加一个400块钱鞋子，等一下我出来他就死了。再来个400块钱鞋子 ，OK， 爽。爽局兄弟，托儿所儿童级我们都要会，我们不能只会一个啊，我们都得会，而且都得玩。卡牌想飞，放个眼。我这把这波给兄们是一个什么？这波给兄们是一个卡牌在最后一秒的时候，杰给他大招，看一下杰能不能飞过去啊？给兄们来一波，再甩下去，把他海给我打下去，往前走威慑一下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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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W， 再甩双 Q， 换位过来，大招起手，落地 E Q R 闪现 A， 换位过来把他秒掉，这波一下小兵秒不要我，呜噜噜噜 ，Q Q A 双一拉刀，呜呼呼啊，想杀我，这波 Q R 闪 ，Q R 闪直接把对面卡牌秒掉，然后这波再极限逃生，这一波你学废了吗？我要买一把长剑，然后再做黑切就好了。好了，打到 C， 杀了 C， 对 ，Q R 闪 ，Q 的同时直接 R 回去，然后再交一个闪现，就是承受的还是两个 Q 的伤害。追起来，我来了，百米冲刺折返跑，小飞姐来了。WQ 消耗一下，先秒一个，这波往这边走，不是你离我近一点啊，不是你离我近一点啊，兄弟，不是离我那么远啊，铁粉驾到，欢迎别说啊，欢迎直播间每个铁粉来到杰弟直播间哦，哎，一减速，往前走一身，操你娘，小朋友过来掉。秀操作是吧？
哎，高，你这样子玩，你这样子有点玩不起了。你这轻飘的硬杀我，啊，真服了，真服了。哎，这就属于玩不起了，兄弟。直接就上点，用平 A 打伤害。我帮你击败。哎，我是没想到的。聆听宇宙讲述的真理。小子玩不起啊，这小子。我在路上。往螳螂这边走。我在路上。小飞姐来了。集合进攻峡谷先锋。哦，让他飞，我们往上了走。开哪个卡牌 ？WQ 消耗一下卡牌，往前拖你们铁塞一下，塞那个，哎，没出来。这不走，再往上走。小飞姐奶妞，我在路上。小飞姐来喽，找对面螳螂，再来个 A， 先把先锋守了，栽一下，把先锋拿之后看对面小锋，拿了再甩 ，QQ A 双 A 拉刀直接把他秒掉，这手拉刀直接把他带走，然后这不赶紧往中路走，然后把先锋赶紧放了，塔皮要掉了，这不跟亚索把塔皮守住了，走喽，撞 ，nice， 这波塔皮全吃，这波直接起飞，分头行动，换位过来一拉刀减速一转。回头再甩一个 Q， 打残他，摆头注意，注意摆头。那么你打我嘛，来来来，打死我，打死我，打死我，来勾我勾我，哎，我不动，我不动，我不动，哎，他要起手落地，他那么 Q 先把对面围堵死秒，换过来 A 他一下，然后先把他杀掉，然后再 A 下小兵，再双击他，减速一下对面，减速一下对面这个人，他这我勾住我，再 A 他一下，这不一减速一下，他不要着急往前走，就是看我位置，三、二、一，不要急，稳住，稳住，沉着冷静，一个成熟的男人。需要的是什么？需要的不是操作，需要的是一个冷静的大脑。想先拉开扭掉他这个大招，往前走，再威慑一下，走。为摆头扭掉再扭掉卡牌的一个 Q， 这回头再打再甩一个 Q 双 E， 这不打完再拉开。那这不直接跑，这不打不鸟了，快跑快跑快！再一拉浅碎手，溜溜球了。主打的就是成熟，好吗？杰弟，现在我跟你讲，我说实话。我感觉我今天一瞬间就感觉长大了。我对着镜子看了一下我这帅气的面庞，我现在内心告诉我，快长大，快长大。哎呀，好瓜皮啊，好瓜皮啊！走遍，我来了，看那边卡牌，卡牌 Q 消耗一下对面这个辅助，然后再找他，怎么 A 他一下，一减速，给他上面放个眼 ，A 他一下，然后大招起手落地 ，QQ A 双 E A， 欢迎我又来拉他，怎么看那边螳螂再 A， 哎呀，差一点点，给我个 E 呀、啊！我想问一下直播间有没有玩和平精英的粉丝？有没有吗，兄弟们？有的扣个一，我看一下我们直播间有多少个兄弟还玩其他的英雄的，业务比较广泛一点，有没有 ？WQ 消耗一下对面卡 ，A 他一下，然后大招起手落地，落地 A 一拉刀直接死。You have slain an enemy. You have slain and slain. 单杀，感谢细狗送的入坛卡。不是你们只玩英雄联盟手游吗，兄弟们？哇，专一啊，跟杰弟也一样啊，杰弟也不玩其他英雄。我们是银河系最需要的。我来了，小飞姐来，打了一个小。主要清波线，我不播吃鸡啊，我就平常玩一下游戏啊，我就只玩英雄联盟手游，姐弟玩手游都感觉费劲，再别说去吃鸡那边了，去吃鸡那边估计都要被人玩坏了。要不我们去下路找那边小包，小包没有虚弱的，小飞姐男妞，刚刚跳大，大招起手，或者 E A 放 W， 给大家。给他 QQ A 换位过来，一拉刀再清波线 ，OK， 完美 beautiful， 把这波线清了，对面现在就已经基本上已经崩了，栽一下小兵，栽一下小兵 ，A 小兵回家做一个装备，把这个红使，这条红马上结束了，鞋子加速，激活敌方。我这个英语的话是陕西英语，好吗？陕西英语啊，可能跟其他地方的英语不一样啊，陕西英语。欢迎我暗星哥，欢迎我暗星哥，晚上好，暗星哥，我在路上，你们都吃饭了吗？应该都吃过了吧，把这个收了 QAE 要勾我是吧，勾我 WQ 消耗一下，大招起手落地 A 双 E， 然后换位过来再 A 他一下 Q 闪条被直接把秒掉，双 Q 直接把秒掉，然后不着地没有什么，我来注意看位置 W 过来，这不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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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完了，被锁住了，一减速往下走，掏你们请挂点，
再选 QQ， 再双 A 拉到潜水中，三，哎，换位过来，一下，再往前走，再 A E Q， 他交闪不交闪，我正好把他杀了。Right there。